前面这阿三拉警笛了，他在追犯人吗？那看起来并没有啊。我转弯了，左转。这地方一般没有人的呀。他干嘛？哦，停下来了。嗯，副驾驶把主驾驶推出了车外，他俩有什么私人恩怨吗？主驾驶掠了副驾驶，然后他俩就在这里一起摇摆，谁摇得好车就归谁。现在我只关心，哎，他俩刚算不算公车私用啊？拉警笛是不是啊？怎么回事？根据自由惩罚我判处你俩死刑啊。哎，不对，为什么没有警星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没有警星啊？别他别他别他，哎嘿，好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公车私用是不是？哎哎，奇怪了，为什么没有警星啊？这救护车应该是要去救刚才那两位阿Sir的，所以呢我们跟在他身后。哎，我靠，大哥你是不是跑错了？呜呜，哇，大哥你是不是带我兜圈啊？我靠，你疯了吧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，这救护车一定疯了，看来又得我们替天行道了。走走走走走走，还好因为这些 NPC 他们受到惊吓都会开车跑啊，也有几率他们下车跑啊，但绝大多数呢都是开车，所以呢也给这个疯了的救护车开辟一条道路。哇，大哥你救人还害人啊，实锤了，把他逼停。哎，这跟我没关系啊，他自己撞那儿了。啊，里面司机好像死了。啊，自己把自己撞死。那，哎，又惊醒了。哎，哪儿看到了？这儿。啊，看看我为什么打你们，你们都连个警星都不给我呢？啊，我现在给你个手榴弹。啊，好，两颗星啊！今天呢，我们开这辆车是五代里的冒险家蒙牛 EVX。嗯，没打死人了啊，三颗星了。这是一个帽的啊，但是这辆车在四代里面，它绝对不是一辆电车啊，在五代它是电车，这里它就是一个油车。哎，好，四颗王打到五颗，看能不能跑一圈。他这个速度是特别快的，但是操控性特别差。嗯，哎，这个也要上墙吗？来走。好啊，四代的阿Sir还是比较蠢的哈。啊，副驾驶刚刚是不是骂我了？好，哦，我这是逆行了没有吧？哦，我的天！哎，我前面是行李箱，不是吧？那后边是啊，因为啊，电车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这是电车。哦，我哦哦哦哦哦，不好控制。哦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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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天！我之前测试一下，只测试速度了，没有测试别的东西。它提速是特别的快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那搞到五颗星还是有点难度啊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你露出胳膊打我啊！等等等等，我拐过这个弯，等一下。就你是吧？是不是你？嗯嗯嗯，露出胳膊打我！哎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受不起这个大礼啊！我先撤。哇，我飞了一个！来，四颗星。是不是得扔一颗手雷啊？哎呦呦，这打错了，打错了，这是救护车。哎，他们怎么不过来了？
你不过来我过去，我要升星的兄弟。哎，还有活着的吗？哦，防爆车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在这儿等一下，他后边肯定会开门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还没有五颗星，怎么回事嘛？哎呦，我的天，大哥，差点又把你撞回去了。打一打，跑一跑，打一打，跑一跑。我觉得以这辆车的速度，它是可以出圈消星的啊。嗯，哎，五颗了。哦，我的天！哎，这还有。好了好了，五颗，那我们就溜了啊！我们尝试一下能不能跑出圈。好，加速加速加速！哎呦呦呦呦，又打我！五星这些范围还是很大的。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右前胎爆了，这不好跑的呀。哎，我应该下下边啊！完了完了，往左拐拐不动了，右拐也拐不动。哎，今天没有带小黑啊，忘了。哦，哎，不是吧，这就着火了，我靠，这么脆的吗？停停停停停停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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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大哥，哎，大哥你干什么啊？他为什么要停车啊？他为什么要下车？刚那个人应该是被天上直升机打了几枪，然后他害怕，然后他就下车了，绝对和我撞到他车身上面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啊。如果说我撞到他车身，他正常情况下他会开走的，不会下车。而且那会儿我确实有点慌了，因为他那个火已经着了挺长时间了，是吧？好，现在我们继续五星，看能不能出圈，来测试一下这辆车，看速度，右下角，兄弟们，190，哎哎哎，快要出圈了，但前面跑来一辆阿萨啊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只能继续往前了。但这辆车是真的，我觉得比较脆啊，因为我也没有看他那个 mod 里面的数据。我觉得应该他会多挨几枪的，但没想到就那么几几下被打爆了。哎呦呦呦，快出圈，又来一个 S。 哎，这里那个楼梯，哎哎，好家伙，我窜出一条 S 的，哎呦呦，底盘太低了，好家伙，我还想着能上来的，快快快快快快，不要让这个胖阿三得逞，到到到，哎，我帮你灌一下门啊！哇！哦 ，FBI， 哎呀，好家伙，这得反击了！哎，不是吧，这又着火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天哪！过来呀！啊！你们不要这样！我突然发现，好像这辆车我有点驾驭不了的那种，是吧？速度快，操控性又差，而且它还脆啊！但这是一个 mod 啊，我在五代里面也没有玩过这辆车啊，我相信人家在五代里面表现一定很好。出圈了。这速度看到，哎，哎呀，我光看右下角了，我，哎呦呦呦呦，
还容易失控吗，大哥？这还有一辆蒙牛啊，它是在四代里面，那是 FBI 开的车吧 ？FBI 的蒙牛。哦呦，好家伙，它这个碟盘太低了。还有那个排气的声音，砰砰的。它这是超级 GT 替换的啊。再跑，再跑，速度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！我靠，旋风冲锋，龙卷 ，sorry。跑不开呀、啊！我刹车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的是！来，冲冲冲，走！哇哦！哇，就撞那么一下，我天，直接冒黑烟了，太拉胯了吧，兄弟！哎呦呦呦呦！我的天！哎，着了，着了，着了！完了，完了，你死定了！好家伙，这连续三次下饭，这不符合我的这个一个正常的操作呀、啊，是吧？完了完了，走不了了！哦，我的天！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这被逮捕了呀！啊，兄弟们要爆炸了，快跑！哦，这帽子太难开了，兄弟们驾驭不了啊，非常抱歉。那好吧，那咱们本期视频也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